我买单。你们磨蹭了三个小时了，到底谁买单啊？就你买单啦！请问你怎么支付啊？三天的口粮，老板能不能用它换点钱，好请我的兄弟们吃一顿？这个姑娘怎么不早说，真怪你记性了。其实有一件事我隐瞒大家很久了。其实我有晕钱症，只要看到超过1块钱，我就会晕。我听说过晕水，还晕神病，从来没听说过还有人晕钱，我不信。你小子装晕是吧？没反应。难道是真的？真的。就剩你了，赶紧买单。看来我只有一只真的。我买单，不过为了纪念我第一次请客，我们还在一吧。没问题。人脸支付成功。这么严格。